就这次，咱回到了新加坡四大厝的时候呢，那就有一位潮州商人佘有进，也就是义安公司的创办人。现在今日就来深入来拍一拍佘有进的故事。佘有进是新加坡十九世纪的名人，当时的新加坡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：“当天篡地写皇帝。”话说当时新加坡东城的商人非常多，人才势大，东山、东城堡、东旭尼、东独生、东金城等等。当时啊，东城的人高高大上，似乎拥有了真个天空，所以住东天的大伯。遐串地呢？串江水是当时新加坡四会党年轻的首领，各有地方潜势了。所以呢，有个人叫做篡帝，那夏皇帝就是本片的主角夏有进。做呢夏有进，有个人叫做皇帝呢，就做着从头打起啦。夏有进生于1805年的青岛，天海关月浦乡，也就是今日的汕头市金平区。夏有进后来啊，好战，当时呢又聪明又好学。所以呢，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。到了18岁的时候啊，夏有进决定家己去闯出一片天，就做了一只红头种来到新加坡。咩个是红头种呢？当时啊，来新加坡的中国品种呢，分成红头种甲青头种，食唔相等代表唔等的地区。广东的种呢，涂上红色，所以就叫做红头种。福建的种呢，涂上青色就叫做青头种。就像呢，夏有进到红头种来买店铺了一个月，不想到啊，红头种其实伊人主要的任务呢是栽花，唔是栽人。种下生啊，装满了花蜜，花甲人生做一个，诶，大家人能够想一个，再改寡月的时间啊，拢是生到少细的空间来买，哇，艰难困苦。好靠到天师好的日子啊，我好爬出来，来到甲板顶买个呼吸的潮湿的海风，四处冒着毛念的诗歌。红头种在我漂泊到他乡，离家千里，我心内有无限牵挂。怀念那江湖底红炉火炭，加一撮厝边头尾，爱了阿伯。听一听大锣鼓，唱牛娘当山，悠悠个乡亲，我心到潮汕，故乡是潮汕，我根到潮汕。虽然如此，夏有进却喜欢上了到海顶买个生活，伊喜欢徛到船顶买个，摸着大海个宁静，海风拍到面顶买个感觉。到船顶啊！夏有进就主动去协助中将，授予李丈夫，家己倒来买呢，也学到了财务的管理甲贸易的知识。到了新加坡之后，这中将看这夏有进啊，好学有才，就通伊介绍去好几家的商船做知己。正一过就是5年，夏有进一边到海顶买个过着漂泊的生活，一边呢慢慢当做知己，做到经理。到这5年来买，伊去过了好多地方，大开眼界。这些地方就包括了马六甲、槟城、寮内、苏门答腊、甲马来半岛。25岁的时候，夏有进决定以上多年来积累的经验甲知识，家己开商行做生意。所以啊，伊就到新加坡的 Cross Street 甲 Circular Road 开了第一间代理商行。无过你的时间，伊的生意啊，就做到有声有色。听来听去，哎，只有朋友就打了。啊喂喂喂，啊打来打去，只啊，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人，你做你打一个皇帝呢？啊，卖紧张，卖紧张，还袂打到重点。夏有进，客人叫做皇帝，全部拢是因为一粒小小的果实甘蜜。当时新加坡上有糖的贸易活动呢。就是甘蜜制成品，
甲胡椒嘅买卖，所以用谢有进就决定大肆嘅收购地皮，开始大量嘅种甘蔗甲胡椒。也因为如此，伊就成为了新加坡当时嘅大地主。迄甘蔗又是咩解呢？甘蔗是一种来自印尼嘅食物，甘蔗嘅树枝甲叶片呢，有止疼甲麻痹嘅作用。除了药用之外，甘蔗的工业用途也非常广，可制成染料啊，也可制成皮革油脂，还只皮革愈硬软，纹理愈硬明显。当时因为大规模的种甘蔗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顶摆啊，非常猛，到历史上呀，也叫做甘蔗时代。谢有进就是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，1848年是新加坡甘蔗最旺盛的时期。这个时候啊，谢有进已经是43岁了。当时新加坡有800个甘蔗园，占了农作物的75%。如今来卖啊，90%的甘蔗甲胡椒园啊，拢个潮州人啊，其中以谢有进为主。也因此，谢有进就给人叫做甘蔗王，也自然成为了当时新加坡潮州人的领袖。谢有进在建立伊个甘蔗帝国的时候呢，伊聘请了好多移民到新加坡的潮州人。也看到这些为伊拍工的潮州老乡呢，谢有进啊，经常觉得家己为人做工唔够多啊，我希望少为人，因为人拢爱家己人。谢有进经常甲伊个老乡拍话，问问伊人个身体健康啊，问看伊人家来个情况啊，会不会想来啊？遐好侪老乡呢，就会经常拍起身后事。伊人通乡远个家乡，难免来到怎个一个陌生个地方。而且捡来的时候呢，咩人拢唔少吧。但是这留落来呢，就是好侪年，人生还是几十年的时间。而且来摆啊，大部分的人拢无办法再回去来了。伊人想办也是呐，做你再嫁过做钱再回去，该如何落叶归根？啊，我是好无地方好落葬。那是上海的话，我们就变做高风野鬼啊。上海，我们就永远无变回来了。做你妹啊！人时候啊。还是想要回来的，尤其是当华人时候呢，经常想的事就是落叶归根，回到家己的根。谢有进一直以来啊，拢想要回报伊的同乡，所以到1830年，伊就集合了潮汕者的12个姓氏的代表呢，开了一个会，问大家能否能协商来建置合营一所潮州人的慈善机构，来负责潮州人的祭祀、甲福利、需求等事宜。也因为潮州的古名呢叫做义安公，所以这个机构呢就取名叫做义安公司，就是接受到异国他乡的过生，也可以好笑能去家乡朋友。义安公司就到1845年正式成立了。像义安公司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趁新加坡的第一个潮州庙挖开清庙的所在地给背下来，接管了这个古庙。之后，就谢有进甲其他的同乡集体建制的义安公司，到新加坡各地买山买地，再为潮州人到新加坡过生之后下葬的地方，也只剩地方呢，就是所谓的义山了。义安公司得了接管了外海清庙，他建造了潮州殡仪馆、潮州公墓，他当时他建造了新加坡各地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会议，包括了单独性会议，甚至啊，每个月他固定向潮州这个老人呢发送补贴金来照顾老一辈的潮州人。谢有进不但家己的生意做来大，势力大，上心大，而且伊个影响力个地位啊，更是大到有变叫创新加坡的人，所以最终个人叫做谢皇帝。这个啊。主要从1854年拔起。1854年5月5日，去到这个东岸，有一个福建人甲一个潮州人，就买卖一斤米的斤两门袋顶卖呢，互相唔输价，卖到最后还相拍起来。无就久之后，这件事就发展到两个帮会的寡人在街路顶卖个相拍，人生店铺还给人拍抢，所以到底好在店铺啊，拢关了门。到了去直接下挂9点钟，警方已经声称那局势已经失控了。潮州福建两帮的斗殴的民众呢，已经是发展到四五千人了。这暴乱的头脑者呢，主要还是发生到市区这福建潮州商店集中的街头，
但是到第三只只动乱啊，就开始发展到高区啦、甘榜来买啊、福州、甘明乡来买过去了。就暴乱的人啊，都街路顶买哦，捡刀啊、枪啊、拍来拍去，好在潮州人、福建人都到这暴乱来买啊，还没死个。那暴民都刷落来过啊，这啊放火烧掉好在店铺，烧掉潮州人、福建人个厝甲火光，通新加坡烧到天荒地乱。只只个暴乱呢，持续了十日。死了五百多人，三百多间厝被烧掉。当时这殖民地政府和警察呢，已经是无病瑞体、花片瑞体特殊，所以伊人就只好请只潮州代表谢有进，甲只福建个代表邓金生出来出面调解，这样才平息了两个帮派的斗殴。因为这两人在新加坡个影响力，伊人打了几啊句话，就解决了这场暴乱。也就是因为像遐，当时49岁的谢有进，就被人叫做谢皇帝。除了咱开头谈到的迄句话，当天篡帝谢皇帝，遐只有谢皇帝呢，也唔多领有一个头衔呢。啊，谢有进为了新加坡的社会啊，做了好多贡献，所以1872年谢有进呢，就被受封做新加坡第一任太平吉星。也因为像遐中巴路的 Eu Chin Street。就是以谢有进的名命名的。这个谢氏家族呢，不但谢有进一人载入了新加坡的历史。谢有进有四个大母亲，三个子女亲，大件石声，二件梁声，三件松声，四件八声。除了三件谢松声专心于做生意之外，其他三个大母亲呢，全部呢拢以车厢事业而度命。谢有进60岁的时候呢，当伊个邮政公司的业务啊，全部拢交给伊个大囝谢石声、二囝谢良声，甲伊个妻子唐生曝光哩。这三个人呢，个个拢成为了非常成功的商人，甲新加坡社会的重要人物。谢石声、谢良声、谢白声，拢甲伊两个白面哦，都唔当个时间呢，拢去封做太平吉星。为了感谢和纪念谢氏家族为早期的新加坡所做的贡献和付出，梁谢 Street 就是以谢有进的二囝的名命名的，白谢 Street 就是以的四囝的名来命名的，而谢 Street 更是以这个谢氏家族而得名。谢有进靠着家己的奋斗，白手起家，变成了东南亚的富豪之一。但是呢，他叫做皇帝，并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钱有势，而且他啊心怀家国，点点为伊个同乡同胞潮州人着想，点点那么多为慈善甲公益事业做贡献。谢有进在老年的时候啊，更是从事研究工作，读一本书叫做《新加坡华侨社会史》。评述了新加坡华人各界阶层的人潮、荒人空、职业等情况。以这个学者的身份啊，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好，要关于谢有进的故事，今日就先开口讲过。要最后呢，朋友送给大家两句古诗，来自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红的光下彩满街，大鼻天爷行时古欢欢，黄河不动红如山。